神日记里有没有写掉在山洞该怎么自救啊？你都开始做梦了。对。这怎么是做梦呢？来点精神粮食好不好？好，我给你读一段。给你上去。富的自然资源，正因为它土壤肥沃，资源丰富，便成为了众多势力强的地盘。你在写的也太难看了。这是我妈写的。那我看看，那你写的挺好看的。这边，西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傅医生，这不是出事儿了吗？我跟芝芝都挺担心的。芝芝医院临时有事儿，他就先回去了，我只好替他去。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，回去吧。哎，你们老是拿我当小孩，我也可以帮忙的。你别闹了，听话。我不。再说了，我只听我男朋友的话。傅先生、傅太太，两位的登机时间到了，我们这边请吧。你叫我什么？傅太太。小姐姐，你眼神可真好，我们正准备度蜜月去呢，你能帮我们拍张照吗？啊，好呀。来看这边，一二三，耶。好了，您看看。谢谢。登机时间快到了，我们抓紧走吧。差不多了吧。女生余生，余生，爱情我无法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，你恰好出现，当锋芒结束这段流浪，熟悉的光线从未从起点，怎么样，余生？你走了这么久，研发部群龙无首，该回去了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呢，我有件事情还没有办完。但是我左思右想，还是觉得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是说职务开在悬？嗯。这事我帮不了你，临门一脚，你自己提。回去可以当着那帮董事扬眉吐气。别啊哥，你知道我最讨厌那些商务谈判了，董事会怎么看我根本就不在意，反正我不管了，之后开采权的事我就靠你了。你怎么总是这样啊？哎，头疼，哎，头晕开始了。最近水土不服，我也受不了刺激。头疼啊？嗯。水土不服啊？嗯，水土不服。屁股疼不疼啊？那不疼。哥，拜托了。好吧，我下午去找组长。我哥最好了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他。你们拿走那些植物，孩子们怎么办？
我可以从公司给他们申请额外的医疗资助。资助？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钱吗？他们需要的是这些救命的药。主角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要混淆概念。在医学上，发现一个研究方向是一回事，能做出治病救人的药物又是另一回事。就算我把植物让出来，交给汉斯教授，那他研发新的药物，你知道需要多久吗？三年、五年、八年、十年，到那个时候，最后知道。你想说什么？这孩子早就死了，对吗？不要曲解我的意思。那我说的每一个字，又怎么曲解你的意思？主角，我有自己的任务和责任，整个公司和团队都在等，靠近我可以拿到破脱。软软，其实我觉得你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。你看，你拍照片，等到回国以后再把照片分享给所有人，这样等到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就会关注到这里，关注到这些孩子们。对啊，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调查免疫力系统的疾病。你的话，要不然你明天就多去拍一些这里的生活照片吧。好啊，我就是做策展的，回头啊我可以给孩子们办个摄影展，搞不好还可以募捐到一些钱呢。嗯，你知道吗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摄影师虽然不能医病救人，但是他可以用照片感化很多人。软软，我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，还要谢谢你的提醒啊。汉斯叔叔，汉斯叔叔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有没有可能我帮他做好防护，让他们见上一面？我们现在没有抗病毒血清，不能让他冒这个险。我明白，但是如果看着他，让他们不要有亲密接触，只是让他们见一面，或者只是说几句话，有可能让奥斯卡有。明特，你是个医生，你要对每一个生命负责任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是，我知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奥斯卡就这样走了，他们或许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明特，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。